这种常见的水果有毒严重可致死。别不信，这些人尤其要注意，口感香甜，清香宜人，切开还是可爱星星状的水果。没错，是杨桃了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要了解两个化学物质，草酸和杨桃毒素。杨桃中毒表现具有个体差异，摄入杨桃的量与症状和死亡率之间无直接关系，因此